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I've drummed it into our players time and again that they are privileged to play for you. And if they didn't believe me, they believe me now.Hello， 欢迎收看新的一集《利物浦天地》。今集我们都开始慢慢预计讲了，上一集都讲到，就是要讲谢特开始慢慢由他童年开始，就是加入利物浦的东西，始终剩下几个月他要走了，慢慢回顾一下 他在利物浦的一切。不單止球會的，因為他本身就是利物浦出世的嘛，他是利物浦的人來的，是一個利物浦人來的，他整家都在利，即是家族都是利物浦大的，利物浦市大的，當然他的家族的成員多數都是愛華頓球迷這個因為利物浦本土的人呢是即愛華頓球迷多一點的，利物浦他們的即是弟弟其實是冇話中意邊，即係冇話特別中意邊一隊。我利物浦市就有兩隊大球會，有時就是、我入唔到呢隊定嗰隊。係啊，咁又通外來啲球迷咧就會。即係喺利物浦嘅好大部分嘅球迷係外來嘅，即係唔係話其他地方。因為利物浦80年代喺歐洲成績實在太好啦，咁啊就過嚟咁做即係外來球迷都 OK 多，咁樣就做咗成埋而家咁，即係近代少少個利物浦個球迷成個嗰、那個嗰個組成啦。咁我哋講阿謝拉特同埋近期啲轉會傳聞之前啦，咁就講翻最近嗰場波啦。咁我哋去一去第一張相。咁就對阿士東維拉呢場波咧就贏2-0啦。通常一打咧，打親維拉你我都有啲驚嘅喎。除咗打維拉驚之外咧，一打親客場我都係驚嘅。即係而家第一咁就遇著維拉呢啲要搶分嗰啲隊咧，護級隊咧，遇呢啲隊同埋都繼續用沿用翻呢個3-4-3啦。其實而家基本上已經 set 定咗一個而家未來嗰個指定陣式。而踢咗咁多場之後咧，那個打法都 OK 啦，開始已經真係好穩嘅。可以睇翻就係三個後衞都再比之前想象中更加穩。其實我覺得一個好大嘅好重要嘅元素，其實真係安利簡。安利簡令到史基泰爾好放心。史基泰爾咪喺中間唔使再俾人拉開咗去兩邊咧，咁啊留咗空位咯。有陣時候幫手即係頂波啊，即係可以 set 到啲波啊，甚至有陣時啲包位啊，其他路數啲嘢，其實安利簡。因為安利簡始終中場出身咧，佢喺後場攞到個波咧，唔使會下下好魯莽咁大腳解圍啊。好多時候見佢係攞定咧，可以揀到一啲啱嘅隊友，然後再可以進攻，唔使嘥咗嗰個機會咯。同埋始終我可能德國貨咧，佢始終嗰、那個。紀律性好啲，有陣時魯莽嗰啲嘢係唔多，同埋幫手協防能力，即係協防能力啊。喺呢場安利簡最緊要就係佢好係近乎應該冇印象中係冇失過維拉球俾佢落到底嘅。嗯嗯。
維拉呢場波係不停只係喺 K 角位度斬埋佢嘅高波，即係安利簡都冇乜漏洞嘅喺嗰邊其實。同埋另外兩邊其實依個陣嚟講，我覺得係即係以睇呢啲咁嘅陣法，最重要都係兩邊逆位咯。你可以叫逆位咯，可以叫當係逆咁做。嗰、那個馬高域同埋阿摩蘭奴都呢場波都 OK。而最好嗰樣嘢就係即係睇到馬高域咧係。越踢越好，因為上一場有波入，咁其實今場睇翻佢嗰個表現都打翻右邊，因為之前都打過左。左邊佢左右都得嘅，左右都得嘅。咁你而家打翻右邊，但我睇翻佢之前喺即係佢由奔飛家嗰邊過嚟咧，就右邊為睇佢啲球王片啊，咁冇乜時間睇佢哋當地啲聯賽，就睇球王片，你右邊嗰個表現就會好啲嘅。即係我睇嗰幾條拎嘅話，咁樣佢有進步啦，因為即係之前佢打三四啱初打。三四三馬高域係打左邊嗰陣，尤其是對搬尼嗰場，佢係好多流動噶嘛。係啊，咁樣打佢呢個右邊好。前面三個位其實史達寧真係休息過後咧，咁就個狀態都持續啦，持續好。但係你話史達寧到而家嗰個位你只能講一樣，佢可以 keep 住呢個態咧，我覺得係好彩。因為過往如果是走了個前面那麼重要的人物，到史努列治未出回來，前面那個壓力那麼大，而他那麼年紀呢，我覺得真的很幸運。我見他今場波沒有以往那麼喜歡拿著波去跟人單對單，因為始終看套的話，他打邊一點，他之前是打中間波連尼那個位置，我想羅沙士都想過條數，不可以成世打無鋒陣的。還有我想史達尼可能都自己都知道，即下下去到咁盡，對自己都唔好啦，又怕容易傷啊之類啦。咁都要試一試波。啲波簡潔咗嘅，即係見佢係一攞咧，就可能唔會帶太多，就立即同隊友做配合嘅。嗱呢場波佢出三四三咧，就波連尼打翻一個正選啦，咁即係阿史達寧打右邊啦。咁佢出波連尼打正選咧，都有啲意外係嘛？我有意第一意外，第二其實諗深一層，我反而覺得係都唔知羅渣士自己嗰個做法係咩咧，就係、是。你知啦，一月呢時間，你攞啲雪藏咗個球員，即係打正選，大家你只能睇板，係啦，都只能得呢個諗法嘅啫，即係睇板啦。呢個波連奴再睇睇佢，但係波連奴之前嘢已經同傳媒講咯，就話佢都唔止第一次嘅，好多次已經講過，連埋佢嘅經理人都講過。而家佢波連尼啊，再講多次就係唔想離開利物浦，就係、是、想幫球會，即係起碼要。做到一樣嘢出嚟，就係俾大家睇到我係幫到球會嘅。但係佢呢個年青人，我覺得真係好嘢。即係點解咧？羅渣士唔係第一次説佢嘅，佢係即係呢個賽，自從我翻咗嚟之後，浮浮沉沉幾次，其實俾羅渣士説上屆外借佢已經其實借得出佢，其實借得出已經係要㗎啦。不過佢自己又因為佢唔肯走，其實季初即係今季季初轉夏天轉會窗嗰陣已經係答應咗昆士柏流浪嘅報價㗎啦。不過佢唔肯走。昆士柏流浪定係新特蘭啊？昆士柏流浪，不過因為新特蘭就想買斷，但個價錢拗唔啱，咁就昆士柏流浪出價。佢嗰時黑貓，佢借咗俾黑貓㗎嘛。上屆幫黑貓護級咯，黑貓基本上係爭啲個價會傾好曬嘛，但係最終就係佢唔肯岌頭，咁就冇 QBR 嗰單都係㗎，但係即係佢都係唔肯走。但係所以而家嗰個你諗下呢個球員咁做嘅話，其實你一段時間你始終嗰個佢個藥嘅問題咧，到時你唔係你自己都。球會不要你又係咁説你嘅，又不想走嘅話，其實你個始終有時間，你個約都要到咁睇下佢真係可唔可以有嗰個表現。但如果佢繼續可以今場咁嘅表現，我覺得羅渣士又未必值得用，值得用。因為佢嗰球波咧，應該係軒達神掉入去個禁區嘅，佢一嘢伸出嚟伸入，呢個係見到有啲質素嘅。我覺得其實波連尼其實都仲未去最佳狀態嘅。我覺得佢有幾球其實咧如果他有信心的話可以射得好一些，即係有幾球見到史達寧啊，
或者顯達臣係喺禁區撳喺兩邊撳翻過嚟，喺佢阿涉翻嚟禁區頂度即刻射咧，射高咗，射得唔係咁靚。其實如果佢再 fit 啲嘅話咧，我都相信佢唔止入一球。未射射得射，其實射咗咁耐咁，佢唔硬都算。攞射可能都仲未好好咁用到波連尼啦，因為總之佢唔係射得好硬嘅。因為波連尼其實佢上屆黑貓打咁好，係因為佢擺喺左邊嘅，其實咁啊，依場擺中間其實佢嘅體型。未必適合到打中間嘅，咁但係因為有卡蘭拿受傷，謝一達亦都有傷啦，冇出啦兩個都，咁啊前面就試下用波連尼啦。佢比較上弱小啲樣，前其實好我矮少啦，因為我見佢出嗰陣時候我驚驚地。佢都係靈巧嗰只前鋒啦，叫做。我點解驚驚地啊？前面三個本身史達寧就冇講啦，古天奴又係嗰只嚟嘅。咁之前都有個拉蘭拿兩邊，即係同埋古天奴兩邊勁，拉蘭拿唔撞得都箍下波啊嘛。哇！我見到呢個陣三個都矮矮少少，冇巴神喺度驚，唔知有咩事。難為巴神啦，連。唯一有機會正選都冇啦，係啦，俾攞波，多年波連嚟都過埋佢咯，仲有波入。其實呢個陣這個三四三咧，最有可能個變化嗰個位置真係前面嗰三個。你諗下啦，而家呢度已經有三個人，跟住仲有一個未出嘅拉蘭拿，謝拉德又打過。而家大家見到途中史達寧嗰個位置，其實謝拉德之前出嚟啊，對，雖然佢新特蘭嘅都打嘅位置，佢哋打嗰個位置，跟住咧阿拉蘭又嗰個打到，跟住仲有阿史努列治同埋巴神未出嚟，四個人加埋咁，仲有另外一個入波功臣咧，林拔又係可以喺前面啦。咁啊五個加埋呢度咧就三個，就八個人可以打。最前面其實馬高域啊都可以打啲，其實係可以嘅馬高域，即係加加埋埋都成有九條口啊打個位，咁睇下啊即係啊羅 Sir 可以睇下可以點調校最好嗰個位咯。但係而家現役台睇到可以應該史達寧同埋古天奴就走唔甩嘅，咁我諗拉蘭拿如果冇傷，其實我覺得佢嗰個情況都 OK 嘅。拉蘭拿自己都講過，而家打呢個3-4-3係最有利佢發揮，因為最接近佢上屆蘇咸頓嗰個位。嗰個位其實好好嘅，佢同古天奴嗰兩個踢法太相近到咧，兩邊一個左一個右控曬啲波咧，其實係好好嘅。跟住中間就有一個史達寧去中間。史努列治復出之後咁就我就係唔知史努列治。哦，咁唔係咁仲好嘅，咁你當史達寧又唔使下刻搏到盡場又出，咁或者古天奴又唔使場，因為其實你見到古天奴今場都有啲耷㗎，即係遇到維拉咁硬淨中場嗰個對方嘅廿二十。14號嘅爆炸頭身體是腳腳咁踢埋嚟，咁翻嚟照計，如果咁嘅話咧，就拉拿拿冇傷嘅話咧，就佢可能係必然正選，跟住史道列治都係必然嘅，跟住史達寧同埋古天奴第一時就可以輪換下，甚至乎史道列治都輪換下，即其實呢位基本上可以瘋狂咁輪換啦。咁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即係睇下呢一陣啦，未來可以慢慢。踢好啲呢個三四三咯，咁呢個三四三陣咧，佢最大挑戰咧，係咪可以講叫最大挑戰啊？應該都係啦，今晚就嚟啦。咁我應該大家可能睇到我哋條片嘅時候，可能已經踢咗都唔定嘅。咁我睇下今晚我快啲放出去咧，就係今晚就要對呢個凌晨時間咧，就要對呢個聯賽杯啊，四強嘅聯賽杯係啦，對首回合。車仔啦，我哋主場對車仔，咁車仔啱啱就借咗人哋小人師。我記得我哋第一次打呢個陣咧，就輸3粒俾曼聯嘅，失敗開始嘅。失敗。咁啊，睇下之後我哋其實冇乜對過勁旅嘅。啊，係啊。打咗阿仙奴啦，咁啊，但係當未用呢個陣嘅。阿仙奴好似未用應該打阿仙奴前再之前嘅事嚟㗎啦。咁啊，未用即係中間冇乜打過啲咩 Big Four 啊嗰啲勁旅嘅。咁啊，真正嘅考驗嚟啦。咁但係我哋自從輸俾曼聯之後。未輸過嘅喎，其實我哋係未輸過，我哋近十場只輸過一次就係輸俾曼聯。輸曼聯嗰次，跟住你即係都係和同埋贏以贏為主啊！贏啊贏，我哋贏咗好多啦呢排。六場咯，好似而家近排有冇？有六勝二和咯，最近八場係。所以咁都呢個陣都算係咁啦，同埋我都開始見到嗱，尋晚場波即係對。對維拉場波就係，你見到啲後衞開始都 OK。雖然過程有啲驚險，下半場嘅喂，你初段有啲你講驚險，我記起一樣嘢，佢而家啲驚險都冇我哋之前成日講話要撳掣嗰啲嘅，即係撳都係嘅，都係嘅。尋對啊維拉場波唔係冇嘅，我係有啲驚險嘅，但係佢嗰個撳平安鐘嗰個程度咧，冇以前咁。偶有走失，對方賓迪基又幾下禁區射。其實你始終覺得呢個陣咧，因為以前場壓迫或者控箍波為主。
你俾到人哋嗰個反擊或者個反搶嗰個優勢，喺我哋後場嘅優勢咧就冇咁多嘅，因為呢個陣都係我諗都係靠前邊嘅啫。咁就咁平安中嗰個次數就冇以前咁多。即如果係成功嘅話，前面加上今場啊，我哋幾位中堅又即係補位啊、頂頭槌啊都 OK， 同埋。最緊米盧列呢場球打得好好，係啊！米盧有球波，賓迪基嗰球我都，不但賓迪基嗰球應該係一夜射咗佢定頂咗落佢塊面度嘅。我懷疑佢係進人士嗰塊面擋下咯，擋中咗，咁仲要之後佢禮手有個高波噶嘛，佢都好飛出嚟打得到咯。即係我最驚米盧列，你接唔到之餘仲打唔到嘛，打到算係咁啦。算係咁啦，咁我哋嚟緊，我哋咁過完場波咁。大家知一月啦，咁就啲轉會新聞。咁其實阿羅渣士有講過，就話就應該都冇乜嘢。近排温得幾順，又唔使買啦，就話唔會買人噶。咁當然之前就傳嚟傳去，咪有買個有盛傳啦，買啊買皇馬賓斯馬咯，出到唔知成幾千萬買。咁嗰買翻嚟做咩啫？有咩冇前鋒？唔係，最簡單就係巴神話唔走啊嘛，起碼留埋呢個賽季啊嘛。咁你買多個翻嚟，又有波連奴，又有巴神，又史杜列治，我頭先講話前面嗰三個位置，其實史達靈是打前鋒噶嘛又，咪咯，我都話頭先前面嗰三個位嚇，我啱啱頭先數咯，三四三嗰三位有成九條去輪，咁你仲買咗個賓斯馬翻嚟做乜？所以我都係講冇機會嘅。而家呢個傳聞都係假嘅。反而我之前講話可能買大夫，我反而有機會，因為始終謝拉特個位置一定有人接嘅。咁大家嗰陣時諗就會唔會係軒達神接咧？軒達神其實喺踢法上就唔好拉似謝拉特嘅。如果我哋以往個人諗法係咩咧？而家嗰個陣當然唔同以前嘅陣，以前嗰陣攞個中場做主軸嘅話咧，就三個人啦叫做，咁就一個防中，一個中中，即係啊，仲有一個攻中啦。咁嗰個防中咧，當然係馬斯查隆年代啦。咁後期可能揾阿盧卡斯去接，咁中間就唔使講阿沙比，咁前面就係謝拉特。咁如果謝拉特走咗嘅話咧，我覺得軒達神最多都係頂咗佢。跑或者係前邊嗰、那個 boss to boss 個位啊，咁中間都有個位去接嘅。咁其實大夫其實算一個防中，大夫其實你話一個防中又得，大夫都其實都係一種 boss to boss 咯。係啦，咁佢如果企翻喺中間個位都可以接到謝德，但係你話要揾個人翻嚟，好似謝德咁個長傳咁嘅嗰個傳送功架就唔使諗啦，就唔好諗呢樣嘢。平平地啊嘛，如果大夫平平地 OK 啊。買一個咁嘅人，買到個中場翻嚟去填翻位，因為始終我哋你睇翻啦，祖亞倫啊、軒達神啊，都可能要加埋先，等於一個謝拉特哥工噶。咁其實你買翻個大夫翻嚟，係咪都雖然而家要打個三四三，但係有多一個人翻去輪換嘅話，其實都我覺得好。之前更加有勝傳啦，同埋將買祖記嗰個啊，依姓咩個名字？祖記啊，馬治斯奧。不是馬治斯奧，早期黑人的球員呢，艾三姆啊，普巴，普巴，哇，有這樣說過，我看說，吹到這麼厲害，是，吹到這麼厲害，唯一一個這樣的零，大概了一個這麼上下級，不過普巴被以為是，即是都接棒謝拉特的人選之一來的，那就說，買過這樣的人，做一個代表性，就買回買呢個咁樣過嚟啦，咁另外一個呢、這個普巴就佢都係踢慣意甲嘅，得唔得我唔知啊。咁呢個有講噶啦，即係以接替者咧咁嘅地，唔好講地位咧，咁上一踢法嘅話，一個位置嘅球員想買呢個咁人翻嚟。另外一個咧，呢、這個我中意嘅。就是愛華頓的巴克里，咁要講嗱，講到話傳到話6000萬嘅，咁第一咧6000萬係第一咧，就你唔係捧我，肯定冇咁多錢嘅，肯定冇。老細唔肯啦、啊。第一冇咁多錢，第二老細唔肯啦，第三就佢值唔值咧？其實又唔係真係值。老闆會有6000萬批俾你，但係唔會買一個人咯。係啊，唔會買一個咁嘅人，你仲要唉都。唔係佢係似嘅，佢出嚟嗰陣時候，話咧佢而家踢法係好，唔係好似佢係似以前謝拉特嗰個風格。初速度嗰幾年嗰係啊，喺前面嗰種衝殺啊，二雙都學埋佢啲。係啊，個係咯，剪有陣時咪個剪個頭型都短頭髮都似，唔係係似嘅。是似的，咁就但係咪去到6000萬咁，我又唔覺得好值呢個價咯，就係。我諗任何隊出6000萬嘅話，愛華頓都會放嘅，其實就。如果就係6000萬，點解唔係普巴啫？咁普巴可能值4000啫嘛。咁呢個
這個另計，但是 另外一樣嘢，但是 我自己覺得就巴克有巴克利真的開OK 嘅，但是如果是6000万磅就不要想了，我想頂點都是3000几嘅，4000之內啦。如果買到的話，即係愛華頓同城死敵會放俾你的話，愛華頓都有球員直接過利物浦，但是就未試過炒咁貴，或者是即係唔算係好似巴克利咁重要呢 種主力咯。即係當年好似阿班比啊、比士利嗰啲，即係互換球隊啦、沙維亞嗰啲啦，都唔係愛華頓嗰啲即係不可或缺嘅主力。早排係傷咗啊，跟住之後傷完之後，巴利出翻嚟都偶有佳作。而佢個最重要個作用，我自己睇，無論喺佢或者國家隊咧。佢放佢下半場咧，即係通。如果佢唔係做正選嘅話咧，佢下半場放佢出嚟哨咧，你唔好諗佢有冇入波啦，或者佢有冇入波，或者佢有冇助攻俾人咧，場波係有變化嘅。佢因為嗰種突破力啊、速度啊、爆破力都即係可以令到場比賽場波有變化，間節奏唔同咗。係真係好唔同啊！你要仲要大家要知道一樣嘢喎，特別英格蘭喎。他放了出嚟之後，放咗阿巴克利出嚟之後咧，我係見到英格蘭的踢法或者佢攻勢有啲唔同咯，咁已經夠犀利啦呢點。哇！呢點啊真係夠殺食，我同你講。所以如果真係買到巴克利嘅話，咁就好啦。但係但係如果唔係，即使買到冇咁貴咯，因為佢始終佢而家技術，可能啲英格蘭球員都係咁樣，技術係粗糙。是好操作下，又不會是即係祖亞倫嗰啲威爾士啊，祖亞倫威爾士不是英格蘭球員，祖亞倫佢就腳底功夫好啲，幼細啲，雖然不是好技術扭得靈嗰啲人，但係係幼細嘅。祖亞倫善於傳送嘅祖亞倫就係巴里都唔使諗啦，肯定冇呢只功架啦。即使而家謝拉特咁，佢都唔係一啲好扭得嘅球員嚟㗎。但係如果巴里可以日後成長到好似謝拉特咁啊，哇咁啊正啦！但係而家技術係粗糙啲嘅，但係都係嗰句啦。如果買到啊，3000几都 OK 嘅，咁都滯啊。咁我哋可以講下其他轉會啊，有冇啲咁啊？有人走啦，咁啊蘇素就終於離開我哋啦，蘇亞啦，去咗 AC 米蘭啊，咁啊仲要唔使錢喎，聽講話 AC 轉做呢啲嘢㗎啦，因為佢約滿啊就嚟，因為佢啱過咗，因為仲有。你合約咗半年咁，即係 AC 專做呢啲嘢喎，買埋曬啲咩約滿啊，嗰度攞埋啲外，佢又真係得嘅喎。咁而家到佢而家嗰個做法咯，即係佢冇乜點買啲勁人翻嚟啊，將啲外借啊啱約滿嗰啲人買翻嚟。佢而家都喺中上游嗰個階段，同埋第四名爭5分到嘅咋。係啊係啊，所以你咁今年 AC 又慢慢砌翻出來。不過即係蘇素走其實都傳咗幾屆㗎啦，好多年。即係自從佢上屆借咗，即係外借咗之後，其實都預咗佢都冇乜機會。上屆其實個外借之後都外借之前都嗰個傳嗰風聲都大嘅，反而我反而今屆咁佢翻嚟之後。聯賽杯有上陣啦，有波啦，但係聯賽就真係冇見過。咁嗰啲位置，因為佢而家個位好尷尬，佢上屆留本身，即使佢唔喺度嗰陣時候，你知前面三個幾人，就算而家蘇亞雷斯走咗之後咧，到佢留翻喺度，佢一賣咗拉拿啊，我覺得佢都冇得存在。仲有馬高域咧？係咯，馬高域。因為有傳其實季初已經話想清走佢，就用佢作為呢個艾佛圖摩蘭奴嗰個交換條件嘅。佢個同質性咧，同埋古天奴同埋拉拿都似。係啊，都係嗰種打法㗎。但係佢就佢嗰個出波嗰個能力，可能我自己睇開佢出波能力真係甚至乎好過古天奴。佢都係善於傳送嘅。係啊，所以但係但係佢就冇古天奴咁團體咯，踢得。係，但係即係有陣時都幾獨食嘅都。奈何即係奈何嗰個人腳問題咯，我覺得你要俾佢上，你又唔知佢踢咩位嘅。咁而家話要放就過去 AC 咁都算，我覺得算係咁啊。後年青球員啊，你冇位俾佢嘅話，你真係放走佢，唔好害佢。踢 AC 都好嘅，對佢嚟講。係對佢嚟講好。你而家有差招，有日將 AC 送翻上去四強，或者而家四強都雖然冇歐冠啊，送翻去四強、三強踢嘅話，咁你都打響個名堂啦。咁。都叫做係利物浦過嚟俾你啊，都好啲啊。咁其實因為而家嗰個陣都佢又唔係咩邊翼嗰啲，又唔係馬，即係唔係馬高域嗰個位，又唔可以踢到。佢打唔到翼位啦，首先就佢嘅
速度體型。你只能打四，如果真係轉翻四三三嘅話，都係打四二四。前面嗰三個，前面三個嗰兩個邊位，就算四二三一都係個三位嗰個邊。但係而家就冇啦。頭先我哋都係數咗嗰三個位，數足九個人出嚟，都冇佢嘅位存在，所以都冇辦法啦。有陣時要用一個咁嘅新人，或者要轉啲透過新人去改變一個隊。唔好話改變隊波，透過新人去再打造新一個球隊嘅未來，要嗰個教練好睇重呢個球員先得噶。但係都冇辦法，奈何都係羅渣士都係買其他人翻嚟，咁就要放棄佢都冇辦法啦。咁轉會新聞仲有冇第二啲？全就澳洲門將馬菲大恩啦，咁啊，我哋門將個位換嚟換去都換唔啱噶嘛，因為換咗拉爾拿之後，都好似係澳洲咁樣嘅，阿宗師，阿宗師啲師弟啊，係咯，咁啊今屆喺亞洲杯打得幾好嘅呢位係布魯日嘅門將，咁啊22歲，咁啊即係希望佢。買回嚟當然就同米盧列爭下正選啦。咁啊，宗師就應該其實冇噶啦，因為宗師講真佢穩健嘅叫做，咁但係佢撲救率低啊嘛。係。咁其實佢同米盧列都係半斤八兩嘅啫。咁而家米盧列睇翻出嚟，米盧列其實佢有啲佢質素上係好過宗師，但係宗師嗰個啲甩漏嗰啲個態嗰啲就定啲咯。宗師叫做穩健，但又未至於好似米盧列嗰種咧有神救嘛。係啊，米盧列衰咗一樣嘅有陣時有神救嘛，有陣時啊突然間有神救。佢而家係其實米盧列真係信心不足啦，希望佢可以。上一場前一場翻出嚟咧，又救咯，佢執出嚟咧做翻正選有一球神救喎，啱而家對即係對維拉呢球，你話開人哋散落你度，咁你都要塊面擋到先係神救嘅。佢其實對維拉呢場都見到佢出嚟，即係高波出嚟都。都有翻啲信心嘅，硬正咗啦叫做，即係好少話出嚟打唔中個波啦，都 OK 嘅。咁但係羅 Sir 要買龍門嘅，一直都想話噶啦，其實。本身季初嗰時買咗翻嚟都叫啊有啲好嘢啊嘛，佢叫做上季佢喺。哦，死咁樣邊度？阿米盧列，之前喺新德蘭啊嘛，新德蘭過嚟嗰時都 OK 喎，真係。喺新德蘭代OK咁，你都叫人俾人買到過嚟啊！咁買咗過嚟之後。開頭都季初都還可以我記得第一場波就救咗球十二碼。係啊，對史篤城救出咗阿和達斯十二碼咯。咪咯，咁樣救咗球十二碼已經係啊，都起碼俾人哋好好印象咁。嗰時甩流咯，呢啲啱啱嚟嗰陣時候，咁到呢一季開始就其實上一季大家有印象咧。佢有球波撩唔到咧，俾人笠死咧，又係一個好嚴重嘅犯錯。哦，對曼城係嘛？應該俾阿尼格倒射啊！哇！呢球波其實係冇哇嗰球，其實大家要諗下呢球都唔好成日賴謝一特線腳啊！佢呢球本身佢對洛域治都接唔到個高波，俾人入咗球都驚啦！你諗下呢啲波其實係幾分就係其實佢出錯都。有陣時，球員一個出錯就可以累到曬成隊波冇咗冠軍。其實米盧列都有責任的。不過咁咪睇下羅 Sir 點樣看待啊米盧列啦，睇下係即係買要買個換佢啊，定係俾多啲時間佢啦。因為始終信心都要靠比賽建立嘅。另外啲球員轉會話嚟利物浦會買嘅人都唔多啦。咁季初即係九月好啊，上季都成日傳開個萊斯咧，就冇再傳啦。咁人哋而家傳就傳皇馬會。因為萊斯學西班牙文啊嘛，話應該同。唔會關我哋事嘅啦，睇嚟。係啦，咁佢應該都係過皇馬嘅啦，已經傳到已經九成嘅啦，係爭在我估下，爭在係九月簽約定係九嚟緊嗰九月簽，而家一月簽約定係九月簽約嘅啫，就唔好關我哋事。另外其他球員都你話全加盟其實真係唔多啦，因為羅斯都開咗口話冇乜必要都唔買人。係啊，而家咁全離隊就可能之前講過盧卡斯啦，我都希望佢唔好走啦，盧卡斯就。最後一個係咪算叫最後一個喺隊裏邊？而家有啲耐少少嘅都係佢嘅啫，冇。應該賓尼迪斯時代留低嘅都得。係得翻佢咯，即係史達寧唔計啦。史達寧係如果一線隊，當年未上一線隊嘛，因為係咁。如果上一線隊，格蘭咯，阿格蘭莊信咯，佢都斯基泰爾咯，呢兩個都係賓尼迪斯時代。
有留低嘅。咁但係啊，成日時機大啊，成日時機大都係嘅。咁不加連莊臣都冇算啦。加連莊臣應該都淡出個程度。佢都後期少少買翻嚟嘅，即係因為有時機大係啊，時機大嘅時候有啲深水清球迷都發覺其實冇出加連莊臣同魯夫蘭之後咧，我哋係好多，我哋成績係非常好。你知唔知有人啊，即係 cap 咗相咧，就話謝一第有場波咧就後備咧咁就贏。佢辛特蘭嗰場都打完之後，一啲球員翻去更衣室都翻，即係喺嗰個球員通道入嚟啦。耶，謝一第冚耶咁啊，拍手。魯夫蘭行過，好開心嘅魯夫蘭行過，唔笑。謝一第唔笑，亦都冇動作。哇！死啦！咁我啦，我見到嗰張相，我過奶。跟住史基泰爾生日，亦都冇話魯夫蘭粉嘛。係啊，同埋嗰張影喺更衣室咧，即係影張可能贏波合照咧，成扎球員冇佢粉噶。冇魯夫蘭粉啊！我相信其實係有啲事。我諗一定有，唔係因為佢，因為都係間接逼走艾嘉嘛。艾嘉係當阿貴離開前係利物浦更衣室嘅，即係叫做更衣室入邊其中一個大哥嚟噶嘛。咁我諗唔係佢逼走嘅，羅渣士逼走。咁呢點就唔係呢點就，如果係球員咁有啲遷怒啊，咁就冇啦。咁始終係羅渣士逼走。因為一嚟就係咩嘛？你係差啊嘛，魯夫蘭。你整走艾嘉，我唔見得你又踢到艾嘉嘅水準啊嘛！咁你踢走你搞咗俾人，跟住你踢走咗人喎，你做唔到嘢又你睇人哋一波係咁放嘅，好似多咗個窿咁樣啊！買你翻嚟就本身填翻啲窿嘅啫嘛，你都買翻嚟仲多咗個窿，跟住艾嘉走咗，我作球係真係怨恨啊！即係如果但係你踢得好啊，就唔會怪你；第二真係踢得差啦嘛，咁冇辦法啦。咁我哋係咯啲轉會度希望。不過洛夫人真係2000嗰陣時買翻嚟有冇啊？2000幾啊？2000咯，我記得2000。不過我相信可以俾多即係俾啲時間佢嘅，始終但係佢真係好差。我諗而家要佢搞翻啲更衣室關係先啦。如果見到啲相咁恐怖，希望唔係真啦。係啦，希望唔好真啦。希望都係咧貼下圖嘅，因為我曾經都記得嘅。有一次贏咗波之後咧，翻到去影嗰張，我睇下利物浦嗰張咩相咧，冇謝拉特嘅，唔通大家唔鋸佢咩？我嗰時成日揾謝拉特喺邊啦，咁可能行過啊。阿教練 call 你去省你，或者係有咩講俾你聽啊？本身場波咁啊，都唔頂嘅。咁你唔可以突然間十一條友都攆曬喺度影相，咁你砌砌埋埋。咁頭先我哋講嘅嘢都係謝一特嗰個唔開心，唔係冇笑到嗰個樣啫，同埋咁啱啫。係咯，可能咁啱咧，希望冇事啦嚇。咁我哋開始嘛，就要講啊，我哋隊長啊，即係要準備過埋呢個賽季都要叫做離開啊。咁我哋慢慢就要講。講翻開始，謝拉特啦呢個球員，或者呢個利物浦人嘅出身啦，就喺呢個謝拉特嘅，即係謝拉特喺呢個利物浦一個傳奇啦。而且我即係講到一個傳奇，嗱喺我自己心目中啊，真係唔提下人知啊。我諗近代球迷都相信佢係即係。佢都係首屈一指嘅。係啊，你如果嗱過往啲人咧講起利物浦，英國利物浦呢個城市咧，你都會提兩樣嘢嘅。有冇聽人講啊？一個咧就 Beatles 啦，一個咧就利物浦嘅足球隊啦。咁如果講人嘅話咧，我自己講話咁都係 Beatles 啦，咁就另外嗰個謝拉特咯，仲有邊個啫？可能老一輩嗰啲會係杜格利樹啊啲，係喎杜格利樹。但我覺得如果杜格利樹第一，咁第二應該謝拉特啦。係啊，咁我都覺得係啦。杜格利樹都唔係利物浦人啊嘛，佢係塞魯迪嘅，係啊，佢塞魯迪啊，蘇格蘭人嚟噶嘛。你真係一個喺利物浦由細到大嘅人，真係謝拉特個土生土長咯，土生土長嗱，揾一個人做代表利物浦市，你揾邊個？你唔係謝拉特，唔到加爾查咩？係咯，咁你都揾謝拉特啦，冇得好講啦，係咪？咁你去下一張相先，開始慢慢講下謝拉特嗰啲嘢。咁但係呢張相係咪？嗱，我估咧新少少啲球迷或者係啲唔係成日睇開啲報道啲球迷，你未見過呢張相嘅。呢張相咧就係早年咧兩，我冇記錯，大概兩至三年前流出嚟嘅。點交代先？係啦，我呢張咩相嚟咧？點解會咁咧？咁嗱，呢張相就係佢喺國定帥公園嗰、那個，即係佢阿愛華頓嗰、那個叫做愛華頓佢嗰個球場裏邊啦。我記得係個球場裏邊就影咗呢張相。咁有社區盾同埋呢個應該係聯賽杯定咩杯咧？
左手邊嘅，唔係即係我哋中杯，足唔係咪足中杯？呢個杯我唔係點見，我冇乜印象喎，當其時個樣咁樣。咁右手邊嗰肯定係社區盾嚟嘅，咁當其時謝當年係叫慈善盾啊嘛，你可以係佢叫係慈善盾，咁啊謝拉特咧就著住愛華頓劍鋒衫，好唔襯，真係好唔真係好唔襯，真係唔知點解啊！我望慣都紅色，但係都好唔襯。嗱呢張相咧就七歲影嘅，咁謝拉特咧就八歲咧就加入咗利物浦嘅，咁所以就嚇咁呢啲大家唔好諗佢咩啦，同埋細細個咁樣，咁同埋謝拉特佢都講過啦，佢成家人咧。整個 家族呢大部分的長輩呢都是愛華頓球迷來的，他自己為什麼之後會變成一個利物浦球迷呢，就源於有一次他的爸和他有些、可能族裏面即是他謝拉特族裏面的兄弟呢，就講回起他利物浦這隊球隊過往那種那麼輝煌那麼偉大 的歷史，即是慢慢由一個即是已經降了去越早的，當時叫英越，即是嗰陣時英甲啊，英甲年代降，英乙慢慢點爬翻上去，作為一個歐洲冠軍啊，啱上去啲嘢，咁就喺度覺得呢隊嗰波好嘢喎，咁佢開始中意咗佢啦。咁八歲咧就加入咗個利物浦嘅青年軍，咁我開始喺佢喺利物浦嘅生涯咯。咁我去下一張相啦，睇翻張正常啲嘅相啦。咁呢個就係佢。即係年青嘅時候咁啊，著翻利物浦件衫啦。呢個時候應該八歲之後嘅事。佢其實都同其他利物浦傳奇球星唔同嘅，就係佢真係由細到大支持利物浦。係啊，大家熟悉嘅奧運啊、加力查啊，其實佢係支持愛華頓。我唔記得奧運定加力查，佢都講過佢係愛華頓球迷嚟。奧運同加力查都係愛華頓。係啦係啊，佢講過啦，兩個都講過，都係愛華頓球迷。但係一定係由細到大都中意利物浦。係佢頭先嗰陣時候咧，係咧嗰啲佢唔係叫少年無知。可能佢買咗。係童年咧，俾啲大人笠咗件衫。買件波衫。他班大人就是愛華頓球迷，咁啊立住愛華頓件波衫就笠落佢身嗰度嘅啫。咁細細個呢啲七歲冇乜乜嘅，但係自從開始中意利物浦之後咧，到由頭到尾都係利物浦球迷嚟噶。同但係咧都近排都有啲報道傳出都有講到話咩，謝拉特佢有講翻佢接受過訪問嘅時候講到話佢其實佢細個嗰時候咧，即係好細個嗰時候咧，好似班僆仔年代咧。就你知啊，有時僆仔嘅話就中意乜嘢球隊都會中意嘅，就儲佢哋波衫啊、皇馬啊、巴都都都乜都數啊。佢話同埋我記憶之中，我自己都有一件曼聯嘅波衫。咁謝拉特佢早年咧就講過話，我櫃裏邊咧任何球隊個波衫都有，就係唔會有曼聯嘅球衣嘅。咁當然呢個應該佢講佢自己適性之後啦。咁啊，佢細個僆仔年代，可能啲咁嘅年紀，成日裏面有擺一個曼聯嘅波衫。咁當然我估計佢都唔係好知道當年啲歷史咧，可能再深化咗啲佢。咁有呢件衫，我估計佢大個咗之後咧，唔知應該咪用打火機啊，定攞教剪剪。其實我想佢咧，佢退役之後咧，就又再講下呢件波衫。因為有啲人話哇，有啲震撼喎。佢話比頭先我哋 show 出嚟嗰張愛華頓嗰張相更加震撼。即係愛華頓衰極都叫同城啊，同市兄弟啊，叫同城啊。但係因為呢兩隊波都同因為市與市之間嗰個爭嗰個競爭更加大啊嘛，因為兩隊波都好拉爭曼聯噶嘛。咁你笠住愛華頓呢件波衫都算啦，仲細個。但係話你細個原來有個曼聯件波衫喎，咁你俾人哋講哇呢樣嘢更加震撼啦。謝拉特利物浦傳奇一件愛華頓唔係有一件曼聯個波衫做紀念球衣喎。咁我唔知啊，佢後期大個咗，即係佢做又講到話佢就唔會擺曼聯波衫。我諗後期應該燒咗㗎啦，抌咗佢啦，燒抌就唔好，抌咗俾人用咩？梗係燒咗佢啦，燒咗好啲嘅話係咪？咁我真的想看看他，我反而仲有一樣嘢咧。你通常他儲波衫咧，我估啊嚇，如果有件嘅話，唔知係咪有球員名？如果有球員嘅名字，會係邊個咧？當時應該就未有名嘅，得 number 嘅，因為以前啊，佢嗰年以前頂級聯賽咧係邊個出嗰十一個就咁係邊個 number 咯？係邊個 number 咧？我估佢著七號啦。係咯，唔係七就八，唔係七就十嘅咯。咁當年利物浦七號應該係杜格里樹啊嘛，唔係啊，我諗曼聯嗰件啊，曼聯曼聯啊，曼聯可能冇 number 咧，唔係曼聯當年其實你話球星唔多，嗰個年代啊，真係好難講喎，唔多啦，
唔係可能幾歲嘅時候，八十年代曼聯。算啦，我估佢燒咗啦嗰件波。我哋再下一張相啦。咁講翻佢嗱呢個張咩圖咧？嗱呢張圖咧，大家睇一張細圖咧，就係一睇就知嘅。其實就係利物浦嗰個位置，細圖裏邊一個紅色一粒嘢喺度咧。就是利物浦所在的個英格蘭西北邊，就利物浦所在的位置，咁落翻去下邊嗰大圖咧，大家見到那個河有兩條藍色線，中間一點黑點咧，那個就是謝拉特出世的韋斯頓啊，呢、這個韋斯頓係咪啊？韋斯頓呢、這個地方，韋斯頓就是呢個墨西塞特郡，塞特郡其中一個。一個鎮定小鎮，小鎮啦，應該叫做係啦。韋斯頓就係謝拉特出生嘅地方啦，咁大家可以認一認呢個位啦。咁再去下一張相啦。嗱呢張相咧就係佢小學畢業，亦都係佢踢嗰隊韋斯頓嘅少年隊啊。係韋斯頓，即係可能你可以話謝拉特唯一踢過兩隊波，其中一隊啦。哦，即係啦，講呢隊韋斯頓嘅少年隊啊。即係如果咁，可能中國都有踢噶嘛？中學佢已經，因為佢九歲嚇，係喎係喎，咁佢讀中學可能同讀 high school 嗰陣，其實佢已經係即係投翻 high school， 唔係其他。佢中學都應該會唔會同自己隊校隊踢下波嘅咧？咁而家佢嗱呢個韋斯頓小學嗰陣時揸住波嗰個就係特啊，係中間揸住波嗰陣，係啊最正中間。其實我初初揾呢張相嗰陣，我認唔到㗎，認唔到，真係認唔到啊！你都唔知邊個係嘅，因為冇皺眉啊嘛，因為小朋友係特而家成皺眉。你而家睇下。你睇呢班即係呢班學生最上邊嗰行右手邊第二個都有啲似嘅，係咪係啊？我係睇啲description 先知道，有啲括弧啲名咁。係啦，攞住波嗰個就係謝拉特。Jerry 咁樣。係啊。咁咁其實佢打呢隊少年隊嗰陣都已經顯露佢嘅才華㗎啦。咁但係有一件事咧，就爭啲令到謝拉特係踢唔到波嘅。就話説佢即係當時同啲朋友。在花園度踢球的時候咧，咁啊踢就咁亂咁踢啦，踢咗個波咧就吉踢咗去啲樹木嗰度，咁佢即係根據描述就係嗰個樹木有啲針啦，吉住個波。哦。咁啊佢係過去想執翻個波，咁啊踢翻個波出嚟，點知佢唔覺意踢到即係啲花園嗰啲叉啦、泥叉咧，揀好似即係爬泥嗰啲叉啊，腳插到。即係豬八戒嗰個爬。類似嗰啲豬八戒嗰個咁樣勾噶嘛，佢嗰個直嗰啲叉啦，就踢到只腳，咁係令到佢嘅大腳趾弓咧，只腳趾弓係受傷嘅。唔怪得佢成隻啦，特話成日佢腳趾嗰啲線骨出事啦。跟住咧睇醫生咧，醫生曾經話過啊，有機會要切除呢只腳趾弓啊，好傷嘅。切除啊！爭啲係冇，即係爭啲踢唔到，爭啲冇咗呢個球員啫。係啦，不過好在之後經過一診斷之後，同埋當時呢一隊韋斯頓少年隊嘅教練咧，就話冇問題嘅，佢可以踢嘅。好彩啊！如果唔係冇咗呢個傳奇。加上就係佢亦都呢位教練咧，亦都認識當時利物浦嘅青年軍嘅教練。啊。咁啊叫做麥奧利啊，同埋沙龍啊，殺兩位嘅，一個麥奧利同埋沙龍，咁就推薦謝拉特去加入利物浦青年軍，因為你少年隊踢得幾多歲啊？係啊。咁梗係去青年軍踢青年軍，咁謝拉特自己都好想做一個職業球員。阿 Ben 啊，嗰位少年隊嘅 manager 啊，當時阿 Ben 啊，咁佢就介紹咗謝拉特去首先去少年隊去利物浦青年軍試腳啦，咁之後就正式就加入咗利物浦嘅青年軍啦。八歲咧就入咗利物浦。咁我哋去下一張相。咁呢個係咩咧？呢個就係阿謝拉特佢讀中學年代嗰個學校嗰個 logo 嚟嘅。嗰個間學校叫咩名？嗰間學校咧。其實就冇中文名嘅，我睇下喂。咁但係咧就係一間喺當地都天主教學校，因為本身都係天主教徒嚟嘅。咁佢就就讀呢一間高中，咁啊同時間佢都係接受利物浦嘅青訓嘅訓練啦。啊，但係好有趣嘅就係同佢當時同期訓練咧。竟然有奧運喎，即係其實已經即係話佢同奧運識咗好多年㗎啦。係啊，但係佢話就喺度講過嗰扎 friend 裏邊，即係利物浦一齊踢開個 friend 裏邊咧，最熟係阿梅飛啊嘛。梅飛就上咗青年軍之後好熟㗎啦。係啊，我佢好熟。都係因為大家做拍檔啊嘛，都係打中場。
就是、經常性係溝通嘅。咁我而家睇到維基啊，維基講啊，呢間中學叫係希南書記主教中學，就係、是、呢個 logo。我再下一張相，希南書記主教中學，呢、這個就間學校好普通外國嘅典型高中咯、啊。係啊係。咁我你繼續。哦，咁樣當時利物浦嘅青訓學院嘅主席咧，嘅。最大話事人叫做海威啊，呢個前利物浦嘅名宿嚟嘅都係。咁、佢就講過咧，佢見到謝拉特已經知道佢係一個好厲害嘅球員啦，即係知道我哋佢雖然好，因為謝拉特其實細個嘅時候咧身體係比較瘦嘅，係細粒。咁啊，但係我知道，即係佢話我知道唔可以冇咗呢位球員，因為佢可以咩都做到喺球場上面。咁尤其是就話咧，似佢風格。尤其是話佢永遠咧，佢射波，即係射波訓練嗰陣咧，係好努力啊，經常性留到好夜咧，就練習呢個勁射，勁射，好中意射波嘅。練出嚟嘅呢啲真係。咁佢話咧最厲害就係咧當時啊，海威帶呢個利物浦嘅 U18 去西班牙集訓咧，謝拉特已經係隨隊去啦，但係謝拉特當年只係13歲嘅啫。我哋再下一張相啊！咁呢個謝拉特係讀緊高中，呢個就係高中嗰張相啦。咁都好，其實好拉似而家個樣咯。其實係啊，咁根據佢啲同學有話過咧，其實謝拉特係平時喺學校咧係一個好好靜啊、好有禮貌嘅後生仔嚟嘅。但係就係人都知佢好中意踢波咯，因為佢每日咧聽講話佢每日食晏咧。嗱，咁食完就衝去踢波噶啦！食完之後就學校嘅球場踢波噶啦。咁有啲老師咧都有啊，佢同時間都會有代表呢間高中有踢波足球隊嘅。係咯，咁咪但就唔係職業啊嘛，即係會有踢啦。咁當時有老師就好搞笑，佢話咧，如果謝拉特有啲白厭嘢咧，就要同佢講話唔俾你踢波，今晚唔好踢波，佢就即刻收聲噶啦，即係咁啦。用呢個好，即係佢真係好中意踢足球嘅。我哋再下一張相啊，有冇啊？再下一張相啊！咁呢度呢啲就加入咗一線隊之後嘅片段嘅上片嘅，咁就呢啲就係加入一線隊之後嘅咯。咁我哋就預告啦，其實就下一站會慢慢再去，佢由佢14歲啦。因為謝拉特14歲嘅時候咧，其實已經簽咗呢個學童啊，學童呢個就簽咗。其實仲有一個約長啲約，由14開始就簽咗。其實球隊簽咗佢7年約嘅。咁我哋開始由呢段嘢就開始慢慢講起佢將來嗰個發展啦。咁我哋下一集再慢慢再除咗講下啲比賽之外，再講謝拉特嗰個成個喺利物浦嗰個成長嘅歷程，都有排講嘅，有排講。講淨係講歐聯2005年都有一集可以講到啦。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好，拜拜。